我们中国人可讲，哎，一分恭敬叫你一分，两分恭敬叫你两分。释迦牟尼佛连这个都不说。啊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心态找他，他通通叫你，真难得了，叫大慈大悲呀！啊，是个义务的工作者呀，他不收学费呀，啊，完全义务来教导，非常的难得。啊，我们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才晓得。他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干啊，现在人把它看作宗教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极大的误会。没有去看，看看他经典，他所讲的是些什么？啊，他所教的是什么？啊，误会，它是个宗教。啊，可是，在现实上来说呢，现在的佛教寺院庵堂，它真的变成宗教了，叫变质。啊，变成宗教了，啊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。啊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宗教的佛教，要这样说法才对，才不冤屈释迦牟尼佛。那释迦牟尼佛他本身是什么呢？他本身是教育的佛教。啊，这是正当的。啊，他是教育，啊，教育的佛教。现在除了宗教的佛教之外，还有很多。啊，有学术的宗教，啊，这个佛教，学术的，啊，许多大学里面开的佛学课程，啊，方东梅先生晚年在台湾大学，啊，完全开的是佛经的课程，他讲有三个大单元，一个单元都讲好几年，啊，他讲过。大乘佛学、魏晋佛学、隋唐佛学，啊，台大退休之后，到教会学校、辅仁大学、天主教的学校，啊，博士班教华严佛学，啊。我跟他老人家认识二十多年，在学校里全讲佛经，啊，这是很少见的，啊，非常少见。所以说到众生有佛性。有佛性，啊，这个佛性就是他有智性，他有觉性，他当然可以成佛。